小香，你怎么了？你最近情绪好像不是很稳定啊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早就说过了吗？我会娶你的，只是不是现在。这些都要谢谢张总，还有刘总，还要谢谢俱乐部的丁总、副总，还有何总，他们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有个全新的起跑点。最后，我还要谢谢我的女朋友香香。忘了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，就是我们快要订婚了。你好，香香小姐，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蒲飞是如何跟你求婚的吗？你们不是看到了吗？就是刚才啊。你是说你完全不知道蒲飞想娶你吗？今天以前我完全不知道，看来你想给我一个惊喜。对。 就像赛车一样，一定要出其不意才能赢。可不可以拍一个甜蜜的亲吻镜头？那绝对是头版头条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 安逸，终于出院了。OK， 是这样的，在你住院的这段时间呢，我们非常关心你的状况。前一阵子呢，队医从医生那边调出了你的病历，我看了一下，视网膜破裂。 造成暂时性的失明，对吧？可惜呀，这么好的一个车手，居然……哼，老板，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。OK， 这是俱乐部给你的一点补偿，毕竟你是因为救蒲飞受的伤。 虽然你不是我签约的车手，但是道义上，我也应该补偿你。哎呀，安逸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至于你的眼睛，我想连你自己也知道，应该没法赛车了。你恐怕要永远退出这一行了。你应该也要知道，除非跟我签约的条件是连你一块签，可是。 我没有办法签一个白养用不上的车手，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声明，说是你自己放弃签约，而不是我不要你？等一下，安逸要留下来，否则我立刻走。胡飞，你不要冲动，坐下来，我们谈一谈。 我不谈。
我加入这个车队的唯一条件，就是要关安逸留下来。如果你不牵他，半分钟也不会待。我走了。安逸，安逸，安逸，你这算什么？就这样回报我的救命之恩吗？啊！安逸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我就当做你是我的兄弟。我告诉你，我救你的性命。 并不是要图你回报什么，你也没有必要这么做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？啊？因为我不在乎。安逸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可敬的对手。我不希望你因为受伤而退出赛车界。你知道吗？你要是退出阿基普车队，跟退出赛车界完全没有两样。 如果你不留下来，那你要我跟谁散去？你知道我的眼睛出了状况，而且不适合赛车了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但这是暂时的，我相信一定会好起来。如果好不起来怎么办？啊？你想的还挺乐观的。 当然乐观了，安逸。即使我们那场比赛还没有结束，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去想，把伤养好，等你伤好了以后，我们再正式的赛一场。哎，你像个男人好吗？这才像个男人。 蒲飞已经走了，我是特地来找你的。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会开车，你甚至还赢过了季明。是啊，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无法预料的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想让蒲飞知道。 我们的过去，香香，你爱他吗？嗯，他就是我认定的人。说的好像言不由衷啊。不过我真的希望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 我要谢谢你救了蒲飞，你救的是他的命，也是我的未来。啊，来来来，坐坐。 怎么？医生，我这两天啊咳嗽，还有嗓子疼。哦，好，我来看看啊。来，张嘴。啊啊！怎么了？没，我只是忽然想到。啊。没事，大叔，你的伤养得很好，很快就会痊愈了。哦。啊。没什么问题吧？嗯。我给你开点药就可以了。
要报到了，怎么办呢？女朋友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不许我去找女朋友，那我就离家出走。我，哎，啊，怎么办呢？我连说都不敢跟爸爸说，他一定不会答应的。所以，我也只好离家出走了。怎么就是不听呢？你为什么偏偏要往这条路上走呢？爸，我就是想飞嘛，你就让我去飞吧。你妈就是。唉，你妈就是死在这件事上。我怎么能答应你跟他走同样的路呢？爸，不会的，现在飞航都很安全的。你不飞那不更安全吗？爸，我求求你让我去飞吧，这次好不容易才考上的，我之前考过好多次，没有一次考上的。怎么，你偷偷考过？是啊，我考过山东航空、东方航空、中国航空，还有德航、和航，都没有一次考试是成功的，你就让我去飞吧。都瞒着我？不瞒着你成吗？那么这次怎么考上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妈保佑吧，我可是求了她好久了。胡说，我就不信你妈妈会答应你上天去飞。才不呢，如果妈妈在的话，她一定会让我去飞的。爸，我就喜欢这件事啊，从小我看见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，我都要幻想自己坐在飞机上。爸，你如果不让我飞的话，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意思。睡觉了，一切明天再说啊。哎，爸，你要早点做决定啊，因为明天就要报到了，错过了明天就没有用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真的知道啊？妈，拜托拜托拜托，一切都靠你了啊，你一定要帮我。去这边吧。下一个。去那边。三号店，来。放我出去！我爸都快来不及了！哎呀，我要报到
安琪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信件？哎，安琪，我知道你恨我，那你总得给我机会，让我们谈谈吧。你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就是为这件事把我们两个弄成这样，但是你从来不给我机会让我跟你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一看到你就想到我爸。我求你了，不要再跟我解释了。 你如果还念我们之间那点旧情的话，就请你不要接近我。安琪，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恨我。我不恨你，但请你离开我。这是你期望的吗？那就照你说的办吧。 这一期的总教官，我想由安琪担任。跟往年一样，韩凯和乃明负责讲解飞行知识，辛迪和安琪负责教导乘务员的工作程序。至于大将和思贤，是我特地找来担任辅导员的。另外，辛迪，请您负责女生宿舍，乃明负责男生宿舍。等学员到齐以后再分配床位。课程范围还有每天的行程表都在上面，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 没有问题的话，咱们就散会。散会吧。安凯，你怎么还坐着？安琪，你还记得那间小酒吧 Jazz Bar 吗？啊，对不起。 我待会儿得先去看学员报道的情况，而且这个课程表还要重新调整，我没有时间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瞧，人家根本就不想理你。哼，看到他就好了。啊？哎呀！啊！ 张开嘴，张开嘴！哎，张大点，张大点！哎呀，不要乱动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搞的？快张大嘴！好，好，哎，好。 报道了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报道已经截止了，你回去吧。回去吧。忙不忙嘛？哎，你看我迟到就等于出名了，下次再考。回去吧。哎，哎，哎，忙完了。嗯，思贤啊，报道学员的名册做好了吗？快弄完了，再给我半个小时吧。啊。 思贤，
有多少学员没有报到啊？啊，不多，只有两个，一个李志玲，一个学姐，对不起。大家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刚刚看到那个学员是不是他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哎，哎，思贤。看见你不在，顺便跟我聊了聊。对了，赞助商约我们晚上到他们夜总会剪彩，安逸，你也快去吧。我不喜欢那种场合，那里美女如云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。算了，我不适合那种地方的。哎，你没去过怎么知道不合适呢？一起去吧，安逸。嗯，好啊。好，哎，你们忙吧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晚上来接我。好。我跟香香求婚了，知道了吧？电视上、报纸上都报道了，不知道都难。什么时候办喜事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有时候跟记者相处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话题的时候呢，只好给他们一点材料。那你这么做，香香能接受吗？我相信她可以的。我现在未经 F3，还真的没办法成家。不过，如果我以后要成家的话，我想对象一定是香香。只是她最近变得有点奇怪，有时候在记者会开玩笑，她都会跑来问我说，到底要不要结婚？到底要不要结婚？可是。这次开完记者会以后，
他居然跟我反悔！哎，你说，要结婚的人是他，不结婚的人也是他。哎，我真的搞不懂啊，他到底在想些什么。我跟香香一直挺好的，说真的，一直挺好的。只不过，他现在变得有点奇怪。哎，男女之间嘛，结婚就好了。 可是我现在还不能结婚，我一定要在国际赛事上拼一拼。哎，话都说出来了，还拖来拖去啊！香香就是因为你说话没那么准嘛，她肯定会跟你发脾气喽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了解女人的啊？我只是在想，一个女人，她的心里面。 到底想些什么？你少来了你！<笑>你说你从房间里跳下来，有没有伤到哪里啊？有啊，我脚被扭了一下。待会儿我帮你看看就好了。哎，说了半天我的事，思贤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？嗯，你没看我的信吗？什么信啊？我加班到上海，常给你写信。我告诉你，我加入了飞儿航空，看见你来，我还以为你是看了我的信呢。啊？没有啊，你的信我一封。 不行，我不能破这个例。安曲学姐，我也不要求你破例，我只要你听听程峰迟到的理由。如果你觉得你还要把他除名，那我就送他回去。好吧，你说。程峰的爸爸把他关起来，他是跳窗才能逃出来的，所以会迟到。他父亲为什么要关他？程峰妈妈。 之前也是空姐，死于空难，所以程伯伯从来就不愿意让他做这一行。那他为什么不听话呢？他大概不听话的原因，就是跟我一样吧。我家里也不愿意让我做乘务员。你是不该当乘务员的，医学院都念完了，结果来当乘务员，你不觉得很浪费吗？你说的这些话。 都是程峰告诉你的，也许他糊弄你呢。安琪学姐，我和程峰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从小就想当空姐，从来没有换过他的志愿。如果你去他家，你会看到他不像别的女孩子一样玩洋娃娃，他喜欢玩飞机模型，他房间里都贴的是飞机海报，还有飞机模型。 从小就是这样，这个性倒跟我从前有一点像。飞行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他绝对不会让自己发生什么差池。如果程伯伯没把他关起来，他绝对不会迟到。好吧，你把他叫进来，我问他几句话。好。 这是安琪教官。教官好。你为什么想当乘务员？我说不上来，就是觉得喜欢。以前只要每次看到天上飞机飞过呢，我整个人都会热起来，然后血液啊就会往脑门上冲，而且。好了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乘务员不是那么简单，要吃很多苦的。没关系，我不怕。
只要能够让我在天上飞，就算不拿钱也没关系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那倒不至于，不过当乘务员不是那么轻松，你别以为只是穿得漂漂亮亮，看上去风光神气，你要是抱这种心态，我怕你会吃不了苦。嗯，我不是为了风光才做乘务员的，我是为了想飞，就是想飞。思贤，带他去教室吧。是。带他去教室后你赶紧回来，所有的名单要重新调整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还不赶快谢谢安琪教官。哦，谢谢安琪教官，谢谢谢谢。赶快去吧。嗯，好，再见。不好意思，是，哎呀，太不好意思了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放心吧，这里有很多东西啊，很多很多，哎，好多机场，哎呦，那个牌子，我妈知道，对不起啊，来了个呆鸟，我知道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陈峰，我叫丁雨山。哦，丁雨山，请问一下，你现在坐在这里要干嘛？大家都在等分宿舍啊。哦，分宿舍。啊，我的行李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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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算了，反正你也赔不起。从这么高跳下来，程峰也不知道扭到脚脖子了没有。他可能到菲尔公司报道去了，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？算了吧，自个儿的丫头我最明白。他这会儿飞出去啊，想再抓回来可就不容易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怎么关也关不住他，就是要飞，就是想飞呀。来，安静安静啊，大家安静安静了。哎，老师来了，听他说，这是宿舍的分配名单，请大家照名单把自己的行李搬进宿舍里去。还有，东西放好了，就直接到餐厅一起吃饭。好的。吃过晚饭，就可以休息了。明天正式开始集训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看，看我在哪儿？我是谁？我谁也不知道。没有，没有，哎，别急，看好看你哦。加油。是吗？哎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哦，我在这儿。哎，是吗？哎，哎，哎，好好好。怎么看不见我在哪间房啊？你不用看了，你跟我一间。谁是程峰啊？啊，我。原来是程，就是我。原来是你这个讨厌鬼啊！我不想跟你住，你跟他换一下。我还不想跟你住。好啊，谁是丁雨山？是我。啊，好，你跟他换一下。好了，我们走。Thank you.
我。哇塞，我跟你一个房间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哎，真的，好好好。哎呦，没事儿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哎，还有一个叫有容的，不知道是谁啊？是我。没有啊，一定是忘在家里了。不早了，扑飞应该快回来了，别担心，我陪着你。我才不担心呢，反正。不过，你既然选择了蒲飞，就应该去相信他。我宁愿选择相信我自己。好了，
找小白兔队的黄金左脚张香，准备穿越中线，直射球门。球门在哪儿啊？啊？嗯。OK， 来，哼。上海乌龟队的二愣子关安逸完全防守不住张香的进攻，准备摔个狗啃泥。你看我怎么修理你！来，准备了，来吧，看好了。